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君姐。饭店的茄子炒豆角好看又好吃，其实做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掌握三个技巧就可以轻轻松松做成功。第一是卖相，紫藏茄子切断，豆角也切断，还有红椒配颜色，三个长度切成长短一样，这样紫色、绿色、红色都有了。第二需要过油，一定要高油温，大概七八成热，这样不会吸入过多的油分。炸至豆角外皮起皱即可捞出，油温再次升高炸茄子，茄子炸软即可捞出，油炸以后颜色更加漂亮，而且更容易入味。第三就是料汁，一勺生抽，一勺蚝油，一勺盐，一勺白糖，一勺鸡精，小半碗清水，搅拌均匀备用。料头更加简单，大蒜拍扁切成大块，方便入味。锅内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放入大蒜炒出香味，接着放入红椒煸炒几下，再放入我们调好的料汁，料汁滚起来以后放入茄子和豆角，快速翻炒均匀，让它们吸饱汤汁。出锅之前淋入水淀粉，翻炒至粘稠，出锅即可。这样一盘菜饭店至少28起步，喜欢的话赶快试试吧。谢谢大家，咱们明天见。